我非常喜欢这个节目，这个节目第一好看，最主要它第一悬念能是谁呢，我也在想我也在猜。第二有情怀，对，有情感，而且上了这个节目我就心里无比的灿烂。王芳啊，王明殿，我不想耽误时间了，首先我要祝贺你们，我的跟王芳站一块，我节目刚才看了，祝贺你们能不能今天在今天这个节目有点惊喜，你们俩啊这么般配的人，因为我看了王明殿的抖音了，王明殿的抖音我看了，哎哎，王芳有什么不行的呀，对呀，这么好的优秀男人，姐姐这么好的优秀女人，姐姐为什么不在一起，哎，我妨碍你吗，你急着给我打发出去啊，不妨碍，我希望家里来更多的人，因为我跟他，我跟王明殿老师不仅仅看过他和王芳的多次节目，哎呦，这是个多么优秀的男人呢，我要18岁我会跟你争的。